这鸡腿太猛了。哦，他只有这一个能放地板吗？他走一個，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。他上面有写说，最下面那个技能介绍都是只能放地板的。哦，我看懂，我以为是吹出来的都能放地板这样。嗯，有我懂。嗯，所以我才想找个体力的，或是有加其他 buff 的耐力，我觉得就还好。哎呀！哇，你们动作一致哎。喷射火焰，地动火焰，大失败。哎、欸，他突然刹车了。对，人也会搞起技巧、啊。我、哦、在前面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宝宝加油！啊，对，感觉能抓了哎、欸。看，挖尾巴。这边的素材会是龙的吗？大斗技场不是应急药、啊？没有啊。你以为这个是那个吗？自由任务的吗？斗技场的才是。对啊。应急。我以为大斗技场的都会是应急药、啊，不一定啊。我等一下再弄一次给你看、啊。啊，给一张。做好的。加倍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没有哎、欸。啊，我又有哎、欸。看到那个几百人。你真是很，我还吃那个哎、欸。中奖率100%哎、欸。怕屁呀、啊！没有有没有有啊？好，不然换你们接嘛，所以你们接了就有了。哇，红龙黑红。四金一银，哇！我要打两人，我要打冰咒，四金一铜两人，这个还好。我需要黑红，我需要黑红。蛮恶龙。想昏掉了，点痛吗？对啊，卡池加倍啊，可是抽不抽到也是自己问题。大幅提升，垃圾提升，垃圾。它大幅提升啊，原本0.7%变2.7%。对啊，外观设定。啊、不是、啊，防具着色。极乐净土。然后这边有个红色。耶、yeah, ！我做好外观服装了。哇！哎、欸，不对呢，你去看吊饰，吊饰有一堆要那个傻逼票的。对啊，吊饰也有啊。有啊。你想不到的都会有。真的没想到哎、欸，三、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、十二、十五张哎，所以温泉银猴那个是最快刷到的啊！啊，我们打这个主要是打那个啊，因为我们要飘啊。对啊。超全熟肉，顶级。可爱哦，吊饰。是外星人头，头还是是一个菱形的，哦，一个菱形里面有珠子。哦，看到了，海陆气球是绿的，
大家请戴着墨镜出发这一场吧。要干嘛？我忘记，我没有蜜要吃了。我帮你狂补。我靠！你那绿光，其实是黄色哎、欸。哎、哦、有有有，我吃菇可以。好亮，我眼睛好痛。你是导虫的拟人类。嗯，我全身都是导虫。的。我是导虫仙子。的。啊。啊！哎、欸，啊，撞！我不动，我不动，我不动。啊！哎、欸！哇，他这位置很尴尬。对啊，所以开始比较喜欢面对墙壁啊。他一直都会把脸朝在外面。过来啊！啊！我按错了，靠！我用再一次，没了，没机会，没机会。哎、欸，还有耶！刚刚你再扒一次就跟面对墙，去死啦！全部吵来了啦！很气、啊，很气呀、啊！啊，就说贴墙还是有站在外面啊。哎、欸，不动一都被甩下来、欸。来写话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你们，感谢蓝色仙子，粉色仙子，绿色仙子，左边仙子，你要不要来？左，他来不了了，我看他很努力了。等一下。又飞啊！对啊，这超绿的哎，一点不像黄色啊。哇，很绿耶。青苹果绿。我还是换钻石啊，还是 HDT 的颜色。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。啊，看，差一点点，可以撞了。没有爱，那要如何？怎么热？热。我去捡石头。快冲！哟，终于！哇！打了快五分钟，你终于撞墙啦！我操！没事没事，有事。多少？司机不让我上车，打烂你的牙！我操！怎么了？我的真蓄回空两次，那、啊、算了，我不拼真蓄了。真蓄，好像一个谁的名字啊？真田真蓄。对，真蓄力斩，我每次都想到是哪个日本人的名字。好了，跟刘展龙一样啊。牛仔，那炫鸟我每次都会想成炫牙。
来是，啊，很好。他都不给我放，真虚。可以撞。放开我朋友。很好。起灰。哎，又回空，到底。贪心喽。你好卖力在吹哦、喔！是我边吹边打哎、欸。看要下来了，没有不让他下来。这样的蓄力就可以打到了吧？这一下加油！哈！啊空！有啦，我看到劈到。有劈到。还是旗鱼斩，旗鱼斩。哇，那尾巴真的是很翘哦。卡村条条。算了哈，还在给我博我的打争取。那神器。死啦！哇！剑锤死。咪咪。叫你斩我的真虚，这根是杜在胸腔哎、欸。对啊。可恶，你有耐冲、哦？啊，这套本来就有耐冲了。哦。为什么你们要？而且是二的，二的耐冲。想干嘛？为什么你们在巴黎我？啊，有一张了，看到了。耶、yeah, ，又一张了。没有啊。没有。我自己去刷银猴好了啦，票都被你们拿走了。我不想要穿那一套去打龙。还是我们先来打别的、啊。打啥？都骗了。海洋飞。可，那我换装。我一大堆东西可回报，什么鬼东西？看一下啊，售货品交货可委托。你要打调查的吗？自由的啊，调我没有调查联飞，自由有一个联飞自由可以打，啊江江也能打。哎、欸，我 SP 到现在只有一张哎、欸，好惨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帮助你。
啊，侧脚开始，真的哈、哦？啊？怎么真的？What? 等一下哦。What? What? 删除。人飞哦。请各位压好回归球。你们有人吃生命保险之类的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吃。我没有。那、啊、你吃？还没吃。要吃吗？我吃啊。我吃了，我吃了，我已经吃了。哦哦个鱼定时，将将九一嘞，快嘞快。我们穿那个去打色彩缤纷也会有吗？有。他说活动任务啊。哎呦。干嘛打色彩缤纷？抓银猴就好了，不是更快？不是啊，将将九十一啦，他快一百了。可是我不想带那一套去打龙。没关系，我经验值很少呢。没关系，你不要穿，我们穿啊。你们穿我也不会加倍啊。对啊。不是啊，重点是要帮你升经验值啊。算了，那没差。哈，打我的重点就是说打色彩缤纷，帮你加经验，你快一百了。对，啊，你经验是你要的，啊，我们要的是票。是。这个意思。我想说你叫你说我没有叫你穿那套，没有叫你穿那套啊。我没有叫你穿那套、啊。那就没啥了。误会什么了 ？OK。那想说你们接着讲，我。没有，我只是问说，我穿那个打色彩缤纷会不会有？对呀、啊，不然你没有一百等，有些东西不能打。已经开红了，他是主动的、啊，我们到了，很主动啊，太太。太太是主动的，太太，看这边住住住，我爱一条菜，我爱一条菜。我好久没有听到一条彩了，好怀念啊！啊，汤、欸、啦，再过去一点嘛！靠墙，靠墙，靠墙！哦、招死，这可以耶、欸！妈，不行，算了算了，我们去靠边边。这个可以吧？这个啊，没了，这根不行了。靠墙，靠墙，走吧。真认真，认真。有有有，我压好回家球了。睡啦。哎，啊，可以撞吗？我不知道那边撞不撞得到。我试试看这边，有啦，中了。王工厂？什么工厂啊？巧克力梦工厂。
生产线，生产线怎样？我们这边生产什么？侧甲榴弹。你还当捕食的哈 ？KO 数。旁边那两个，旁边另外两个人是帮我们生产特甲的员工，是不是？是老板。不要忽悠吧，不要打我吧！哎呦！哎、欸，还可以再撞哎、欸！突然发现。对啊，可以啊。我想啊，我打了很久才发现他的脸还跑的。好啦，我来。他感觉要生气。卖欧别讲。哎呦，四个呐！四个呐，先打再捡嘛。你的侧甲少两颗，差很多呢。会啦，我相信你的大腿能补回来。不会啦。哦，我也要开大，还有收武器，都很怕。哎、欸，各位，该吃该喝的都喝啊！真该丢该丢啦，宝贝球，宝贝球，我是谁？可怜呐、啊！搞了搞了，搞了，可怜呐、啊！你是不是该跑啦？我觉得有可能，他越来越骚了。我回家球准备好了、欸。那你们要不要丢闪光？丢好丢，有人先回家。了了我想要丢闪光。丢丢丢丢丢丢丢。哎、欸，倒了、哦。啊，倒了、欸。继续打，继续打。他醒了、欸。他没活。他走了，没事没事，各位活过了一轮。我们只有一个人没有活过第一天而已。他倒了、欸。太太，你怎么了，太太？你有什么需求吗？太太，你要喝水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问太太？太太，你今天满足吗？请问你今天老公不在吗？好像不在哦。我目前不太在。能不能说？我那时候看到一个文章是说，一名少女从地铁出来，然后脸红心跳的，太杂了，我听不到关心讲什么。对哦，我莫名其妙被开吼。所以说，说什么？好，可以换我讲了哈。嗯。就是他有一个人，那个看到一名少女从一个地铁走出来。然后突然脸红心跳，旁边掉了一个遥控器，他就觉得说在干什么，对不对？他要捡起遥控器，把开关打开，结果那个地铁就爆炸了。好呀，脸红心跳，对，就是很脸红心跳在颤抖。然后突然那名人就把他捡起来，晕了。那你要睡他吗？然后殊不知地铁就爆炸。他红了，先走。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我觉得很危险呢、欸。有任务交给你们，我来了。靠，我抓到肩膀，对不起。干嘛？对不起。我道歉。还是有。喂，不要吵架。我想说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不是，你要知道。我这边视角只看到两个在肩膀上啊，棉哦，啊不用不眠不休，啊你要跟他不眠不休，一夜七次，开棉，
屁屁对着他。哦，烧！哦，好疼的，好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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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好疼，好疼。啊，喝个水了，哈。我快没粉啦！我，他不是要睡太太？不是啊，要死！我来了，我已经打两发了。哦，好了，我来。嘿嘿嘿，太太。拜拜，太太。哇，太太这个激烈的碰撞，哇，打在墙上，都打射出去了。早知道就把你射在墙上。打啊，太太！大头也太难爆了吧，那么多射墙还没爆。太太，太太，唔烫啊！太太，要不要买酱油？他又可以再撞一次了。太太，要不要买酱油？我没有石头。太太，要不要买酱油？啊，晕了，晕了，晕了。好，好的，好的。我找石头。注意啦，他买到酱油了，酱油好吃。他头阵很难破、欸。对啊，那么多侧甲没爆，我还破坏网。我是没有中破坏网，我好像破坏网一而已。太太倒，没有。倒了，倒倒倒倒，真的倒，真的倒。太远了啦，太太太太，你怎么可能躺在这边？太太，你回来了，换边的。太太，在干嘛？你是不是老公之前这样，你也这样？我在拿子弹，我在拿子弹，我也要拿子弹。你去拿。不然他怎么会是夫妻呢？干嘛？想干嘛、啊？我手汗好多。应该还在水池，我们都在面蛋的话，真不好，真不好撞吧？没有啊，我说等一下。还能再睡一次吗？可以吧？面蛋可以啦，要打很久啊，我们两个人的面蛋 reload 超久的。对。一次一发，然后还要慢慢 reload。对，该起床了、那個，太太。驾、啊、驾，我拍你屁屁，我拍他屁屁。一颗，你刚射一颗了哈。我还没射啊，我还没到嘞。那我第一颗的，然后还有，再射第二颗。先等他起网吧。没有，他至少抗性很高了。那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是说先等他起网再来睡，不要不是起到一半睡着。好，到了。你们射得到吗？你们射得到吗？好，开始射面弹，第四颗，第三颗了。有四。我已经打三颗了，他还没睡。我已经打快打完了。哦，又打他的肉脸，没有打完了。看来是不行了。他那第二颗、第二发，是是是是是。太太，下一轮打毛。好。太太。你打几颗了？麻还没打，麻还打，先撤。那我先打。一颗。我预估他是三颗了，四颗应该会麻、啊，我猜是四颗。第二颗，第三颗应该差不多了。四颗，再两没麻、啊，还有一颗。啊，我被喷了。还没射到，太太不要啦，我比较喜欢在上面啦。哎，晕了。哎，晕完先撞吧，他黄哎、欸，先别麻、啊。我没石头。我有。好，这边哦，你这边可以。啊，
好，对不起。